得非常的生动形象，然后又好吃，正好天气就比较热了，吃了个冰淇淋特别好。有盲盒系列、精品书签、生活用品等，这些文创产品都以三星堆的经典文物为原型创作。人民的一个智慧，十分令我叹服，也体现出来在这一时期我们中国呢，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包容的一个阶段，体现出来我们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丰富性，也可以让我们更加有文化自信。我们也是在全面实现了在网上的这个预购订票，同时我们还提供了餐饮、饮水，还有一些这种便民的一种服务点，增设了很多这种临时的标牌，方便游客寻找这种餐饮厕所和场馆。